气象局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芮的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杜苏芮台风在过去3个小时，它的暴风圈有略微扩大到半径300公里，台风的强度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上限。下午2点的时候，它中心距离我们的东南方大概还有51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持续的朝西北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吕宋岛的北方海面接近。它的暴风圈已经逐渐影响到巴士海峡的东侧，所以目前海面警戒区域的范围涵盖了台湾的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而随着台风的暴风圈在明天上午会陆续影响到台湾南端的陆地，因此气象局也先针对了恒春半岛还有屏东地区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虽然台风警报陆上台风警报发布了，因为是预先发布了，所以其实今天在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各地的尤其是上半天的天气哦，可能还没有感受到台风的影响。比较普遍性的天气主要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在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之下，外岛的金门地区出现了38度的高温。那另外大家从图上也可以看到，其实西半部尤其是内陆或是北部大台北桃园这一带的沉降效应蛮明显的，气温也都偏高。那另外在花东纵谷这一带的气温也偏高，所以呢局部地区也出现了36或到37度左右的高温。预计明天在西半部还没有下雨之前呢，也可能持续受到这样沉降效应的影响，明天的高温都还是要特别留意。那至于在降雨的部分呢，我们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来看哦，台风的外围环流的这些比较强的雨带，或者是现在呢已经移动通过了兰屿，好，所以兰屿有出现一阵比较大的雨势。另外在东部的海面这边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回波正在逐渐进来，所以呢预估呢今天下半天之后，东半部地区陆陆续续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阵雨，另外在南部或者是靠近山区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出现。而入夜之后，随着台风外围环流跟水汽越来越多，所以东半部的降雨一阵一阵这个雨势会逐渐的增加。而到了明天白天、明天晚上，大家可以看到东半部的降雨会更显著，并且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那至于西半部，大致上可能在明天上半天还是比较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那但下半天过后也可能会有一些雨势出现。那预计要到明天晚上26号晚上到27号清晨，南部地区的降雨才会逐渐的增加。那至于在风力的部分，今天有提醒哦，其实在今天白天台风涝流的关系，像金门或是北部沿海，那另外还有台风外环流影响，东南部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都有比较强的阵风。那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样风力比较强的区域还是没有改变，但是风力的状况会再更为增加。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哦，新竹以北、金门还有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我们要提醒这些在这些区域户外活动的朋友也要留意强风的现象。至于在海面的部分，我们先前一直提醒，台风虽然距离我们还比较远，但是长浪的现象已经非常的明显了。除了东半部海面有观测到长浪，在小琉球也有观测到长浪的现象。现在比较高的浪还是在兰屿跟台东的浮标有达到4米左右的浪高。那我们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哦，这个浪的情况还会再逐渐的增加，甚至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兰屿绿岛的沿海还可能出现6米以上的浪高。所以不管是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或是一般的民众，可能从事海上活动要特别注意之外，也民众也尽量不要前往海边活动。